像我也老公走吧。一生的时光。来，恒基，赶紧的把这绿豆汤喝了。哎，降降火。妈，我的火没那么大，不用您喝这个。哎，不上火就好。不是正好喝？哎，今儿怎么没见你出去散步？哦，我懒得去，我不愿意见那些碎嘴唠叨的老家伙们，烦他们。哼，妈，哎呀，你别烦，是不是小区那些老太太们又胡说八道了？嗨，嘴长在别人鼻子底下，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呗。你说这帮老家伙们也是哈。你说自己家里那堆破事儿都没弄清楚呢，只要看到别人家里出什么事儿，哦呦，好家伙，那兴奋的都跟打了鸡血似的。哼，我要是在那儿的吧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说。哎，我不去了，让他们敞开说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我自己的女儿女婿，我心里没数啊。哼，那是您心地好。妈，您要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，要不让志玲带您出国散散心吧。嗯，好。不，这个时候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家里，让志玲陪在你身边，也让他们看看家里有这么好的老婆，你李恒基能到外边找那么个玩意儿。行行行，您消消气，别上火。对了。我让吃什么？您煮什么好吃的？哦，对，我给你弄你喜欢吃的，你坐着啊。你放心，咱妈心理素质坚强，没事儿。嗯。